近几年夏季暴雨、台风、洪涝层出不穷，各地都被暴雨袭击，导致道路田地被淹，各个地区都出现洪涝灾害，使人们出行非常不方便。特别是我们这些买了车的朋友们，车辆被淹，甚至更严重的车子会被洪水冲走。有些网友们停在地下车库的车子都被淹没，甚至浸泡了半个月之久。这些被浸泡了这么久的车子晒干了还能不能开呢？特别是我们最为关心的电动汽车，如果不了解，请随我一同往下看吧。众所周知，下雨天远离高压电流路体，避免触电。那么我们开了电动汽车，下雨天气会不会触电呢？毕竟电动汽车都是电瓶、电路、各种电机，驾驶电动汽车在雨天行驶，会不会产生触电漏电的情况发生呢？不少市民也对此产生了疑惑，到底暴雨天气能不能开电动汽车出行呢？那么电动汽车真的是我们想的那样吗？其实我们都对电动汽车认识存在误区。其实电动汽车电池部分是全封闭状态，即便短时间内浸泡也不会出现漏电的情况的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电池内都有电解液，这个纯度是非常高的，不会允许外部水进入的，更别提外部水分使电池短路，更别提漏电情况发生了。因此更不必担心下雨天开电动汽车出现漏电的情况。电动汽车涉水性关系着很多驾驶员的生命危险，电动汽车不可能没在大量测试电池漏电的实验，不会大量投入生产。况且国家早在十年前都提出新能源电动汽车的生产相关标准，不久前众泰汽车也对自己公司的纯电动汽车做了测试，燃油车和纯电动汽车同时通过一片深水区，而纯电动汽车安全通过没有导致车辆抛锚，而燃油汽车行驶到一半就抛锚了，因为燃油车有烟筒，加油过程导致汽车熄火。说到这，感觉电动汽车防水性很好，那电动汽车意味着随便去趟水吗？答案不是。虽然电动汽车在防水上做了很好的防护措施，但车身结构还是和一般汽车没有太大区别的，当积水超过车身一定深度后，车内还是会进水的。如果不提前采取自救措施任性潜水的话，那么纵使不会被电到，也会被强大的水压困在车内，后果很难估量。还有，在此提醒小伙伴们，下雨天尽量不要在露天的地方对车进行充电，下雨天一定要在室内或者有地下充电的地方充电，尽量避免触电的发生。所以我们开电动汽车就像开燃油车一样，去防护就行了。在没有前车或行人作为参照物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以路基等作为参考，必要时则需要下车用雨伞、树枝等查看水深。不管所驾驶的电动汽车车辆性能如何，电动汽车车主都应尽量避免驶过积水地区，将车停靠在空旷的高地，一旦车子熄火不要立即启动，停在安全区域晾一到两个小时即可恢复性能。看了这篇文章，你们是不是对新能源电动汽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呢？欢迎评论和关注，尽情的发表你们的意见。